是 Vivi， 不想当黄脸婆，记得还要逛街哦。今天我就来逛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韩服店。嗯，让大家看一下哦，有好多东西哦，有包包、衣服、鞋子，还有饰品哦。王婆今天试穿的这一件衣服，超美的呢。看，好多饰品哦。哇，琳琅满目。要常常出来逛街，常常穿穿现在新的衣服，然后也要不要忘记的也要记得要打扮，然后这样才不会变黄脸婆。Hello， 我是 Vivi， 现在呢，我要带你们来逛街，来看看最新的流行哦。我挑出三套，很适合长肉肉的衣服，就是接下来先推荐这一件，这件吧，你看。它是刚好以这边袖子是可以有收起来的设计，然后就是可以配一个宽宽的裤子，给你看一下，嗯，这好像看不太到看到吗？然后后面这样，它是有点都是修身的，可以看起来穿起来就是瘦，然后就是这现在都是春夏服饰的春夏的款式。然后这个配这个项链，看到吗？嗯，也可以搭一个帽子，觉得很帅气。是黑色的，现在上面是很雪红雪纺的感觉，里面搭个小背心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裤子是白色的，这比较笔挺，感觉是不用胖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般妈妈穿的，就是很有型。然后去接送小孩，很好看，很舒服，很修身。然后呢，再跟你们推荐另外一款哦。这间店还有很可爱的这个钥匙圈，觉得这边很可爱。然后还有可爱的项链，看小圆项链，钥匙圈真的好可爱哦。还有可爱的这个小鸡吗？嗯，超好看的。如果是小朋友的话，他也可以戴这个很可爱的项链，对，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很可爱。然后这边还有很多款式的衣服，我觉得这个皮衣蛮好看的，皮衣配裙子或宽宽的裤子，这些皮衣。然后还有一件我觉得也很酷，就是小羊皮的皮衣，很闪亮。然后，再推荐这一套，这套，这样看到。管理我。我觉得这套也是非常舒服，也可以藏肉肉的衣服。然后，现在很流行的就是这种宽宽的破裤。宽宽的破裤这边，然后下面是不用修的，没有，就这样，蛮好看的。这件超好看，然后这袖子又很有特色，蛮舒服的哦，感觉穿起来就是很瘦。老板很忙，老板没有空理我。这件外套被买走了，那个姐姐很有品味。这件外套我有试穿一下，谢谢她借我试穿。等一下你没看得到照片，这件超可爱、超好看的外套。然后我最后搭配一个春夏的，比较梦幻一点点粉红色的这个洋装，这一套这样子，我的衣服跟洋装这样子，感觉很梦幻。然后这个质量看起来也是很舒服、很柔软。重点一下，后面还有点小心机哦。这里看一下，一个很有气质的设计，小小的这样子。那个丝巾呢，就是如果然后这个时候去喝下午茶，我觉得就很适合。那我身上穿的这一套呢，这一件衣服呢，真的是闪亮的，很漂亮的袖子，我觉得。跟我喝咖啡哦，好亮好亮。我很喜欢这一套，这套就很适合那个聚会啊，或者是婚礼啊，
都很适合，你绝对不会输，超闪亮的，让人家不看你都难。好啦，不要当黄脸婆啦，其实真的要来多多逛街，多来店里，多多多多吸收一点新的，就是看这些美好的东西，心情不是很好吗？你看这个法箍吗？好漂亮哦，心情难不好吗？是不是？还有很多漂亮的发夹，那个夹子，鲨虽然它是鲨鱼夹，可是你看它很漂亮，一点都不像是普通的鲨鱼夹。你看如果你头发比较长，这样随便夹一下，是不是觉得很有型？千万不要再像欧巴桑了，拜托，真的要常常出来逛街。那化妆只是其中之一的方法，其实还要多多逛街，多多来跟老板聊聊天。让老板教你一下最新的搭配，还有最新的流行服饰。那如果说，当然还是要多运动啊，保持身材。那如果说肚子都还瘦不回去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穿着的技巧要学起来哦。你可以问问老板，然后就先这样子喽。拜拜，下次再来逛街，拜拜。